是自我介绍，我现在同学在网络上也看到了，在职训中心结训，因为老师退伍以后找不到工作，找到工作也是送货司机，一个月25,000。那我送来送去的，我觉得我老爸培养我到专科哈，我很困难。好，专科又念住校，这样前前后后花了100多万。好，我觉得没有一技之长，我找不到工作。后来我就直接9月份我就参加这个一年，那是我的姑丈在里面当讲师外聘。好，他说那你还是去学一技之长。后来呢，老师结训以后，我就是标准的。什么亲戚朋友哈、哦？那小孩子刚毕业找不到工作，超商打工，就说啊问我哈、哦，说哎那去职训怎么样啊？那我就现身说法这样子，哈哈，就变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这是职训这个证明啊，这1800个小时是一年了啊。老师在职训中心期间呢，因为成绩不好，我的同学都是科班出身，不然就社会人士。科班出身就说。他们是什么制图科啦、啊，什么什么高大安高工、海山高工哦，那个都是比厉害的。哦，那每次画图他们都比强的。哎，我跟你卡包，我10点半就画完了。像老师是属于那种画不完，要带回去画那种。后来上的期间呢，成绩很差，那我觉得我再这样不行。我来我一定要学到东西，不然我就找目标。我就目标，我可以考就只有这种东西 TUC 嘛，我就以这个目标去学。好、哦，那是老师成绩倒数3名排了进去的，后来考到也有奇怪哈、哦，前面3名排了进去。好，那职训中心他们就是辅导你考证照，那老师这边也是辅导你们考证照，那后面再说哈。好，那就是这一张，这个是老师去申请大章，你们拿到的是小章。这要申请，要再花400块，就有大涨。好，那学生就流行升学嘛，那我也不免俗，哎，考考看哈，就考夜二季，考到了，好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念书这样，啊，那也不好，真的学历有差，像老师去醒吾上课，你没有大学毕业不行，还好，他说钟老师，你的学历是。哪里？我说源自哦，那可以啦，那可以。我说这有差吗？他说专科不行。他说我不是他不让我进来，是说他们上面要看，就这样，没办法，这是门槛。虽然现在大学好像比较普遍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是门槛啊、哦。好，那又是老师先后担任的行业别，老师担任过，老师去3家公司，最左边医疗器材比较久，大概3年半。然后中间自动控制设备14天，我觉得我在这样跑，最后是人我朋友把我抓去啊，我们缺话题，这个薪水真的好的不得了，那我会跟同学讲为什么。也有人问我，哎，你有没有上 Pro 一？没有。你有没有上 Auto K？ 没有。啊，反正除了沙利沃克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是这样，反正沙利沃克就找我。金啊，你要专精就好。好，自然而然人家就想到这个就找到你，就是背了一个背包，毛遂自荐，反正中立嘛，就巨匠啦、啊，什么连城学城啊，我说我想应征沙利沃克讲师啊，你写写资料啊，到时候会通知你啊。然后后来学城他刚好是缺啊，他说啊钟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证件啊证照？他们第一个就问证照，我说有啊，我就翻给他。那你有没有教学经验？我说有啊，啊，那你在哪里上？我说职训中心，他的眼睛就亮了。好，那这样可以，那我们大概下礼拜会有班啊，就不要上。那最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教学经验，证照是其次，所以证照很重要，我会教，证照是跟你一辈子。好，不是以后再说，我们讲不完了。好，结业证书是我给你们的，但是要考试哈，没考过这张不会给。捷径证书不是说上课证明，上课证明没有意义啊。这个你来60个小时，你连一个圆都画不出来，一个柱子都长不出来。那这张我要同学学会整合，你学画那个滑鼠没有用，那个是基本。大陆仔画比你还快，画比你还强，但我们是要跟他们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整合。他们不懂整合，他们知道我博弈我很强，他们是真的很强。但你要他出工程图，他不会，
这就是整合啊、哦嗯。好，那老师在当顾问，顾问没什么，你们问我问题，我可以我答出来这样。那老师有一个哈利沃格的画面在我脑袋里面，你们有时候你们问我问题，我可能在外面，比如我刚逛百货公司，我可以跟你讲下拉式功能表的工具啊、哦，那什么指令，你会看到什么画面，然后选什么就会出现什么。而有些讲师是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人不在外面，等我回去公司，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你也说对嘛，习惯了，就本来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不用，好、啊，我会教你们怎么记，很简单啊哈。他、哦、是有写一本书啦，哦，同学应该是看过，也有发表文章，大概四篇了吧。好、哦，在五月、六月还会有啊、哦。我今年我希望每一月一篇，现在没事了。哦，对，老师有网站，同学也看过，有改版的啦，这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。好，老师也去考 CSWP， 老师考两遍还过，第一遍没考过，我考第二次。好，这个就墙上那一张。目标哈，目标是这张啊，这张考过你们就不一样了。我有这边捷讯的，他家卖豆腐的。然后他也不是科班出身的，他专科念纺织，然后念明星夜间部二技、哦、念机械，他还是学生哦，来这边上，他也不会画图，什么都不会，他就拿、那一张，他说老师我想那一张，我说好，后来他考到就去应征工作，一个月32000，我就气了，真的，以前我都没那么高，以前我一个月才28000，居然32000，什么经验都没有、哦。奇怪哈、哦，看公司啊，有些公司重视啊，重视就有。好。